好，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来看看我们的淑云。希望大家好，我是淑云啊。今天感恩起来这种正统汉服文化的汉服娃娃，让我们再给他一点掌声，给他加加油。好，走到我们的舞台前方来，让我们这些摄影师有机会呢，能够捕捉到淑云这可爱的画面哦。记得刚刚老师上课的所分享的这些动作哦。再打开，再打开。哇！然后手放这边，手放这边。来，跟这边观众挥手，挥手。淑云，看看其他的观众，哎，也有人在帮你拿起照相机，在帮你拍照哦。来，让我们转一圈，看看你。好，让我们用热烈掌声，谢谢淑云所带来的精彩的表演。淑云，可以让阿姨看一下你了吗？嗨，哇，我看到你头上有好多好漂亮的这些头发，这是你今天来报道的时候那些阿姨帮你弄的吗？你有没有觉得自己今天这样？不要只看着我，看他们，让他们多看你几眼哈。你觉得呢？你觉得今天弄这样子有没有很漂亮？有。那你有没有觉得这些阿姨都好用心哦？赶紧把你弄得像古时候的那些小美女一样，是不是？你喜不喜欢这一套衣服啊？喜欢。你喜欢哦？那你想不想有机会再穿上它？喜欢。那你要不要跟所有现场朋友们大家说一句说，请投我一票？不要，为什么？势在必得啦，这种话不用说，我就有机会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嗯，他说是哎，哇，现在小朋友都很有自信心哦，也希望呢有这样的机会能够展现他们这个文静的一面。今天是谁带你来参加活动的？妈妈。是妈妈，妈妈在哪里？妈妈在那里。好，我们有机会呢，也让妈妈跟你一起合照，好不好？好，妈妈来，让我们掌声来欢迎我们的金伟，就是宝宝的名字。好，来，妈妈一起来合影。